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君，还是看今仔日十月九号的云林新闻。云林县原本已经成立66间的中青食堂，为着要落实长期照顾2.0的福利政策，最近斗南镇的旧社里经过社区积极筹备，也来闹着开办中青食堂了。因为当地高达3000人当中，长者的比例占真高，加上长辈拢真踊跃来参加，未来可能需要更大的空间。目前先向当地庙宇来借场地办理，社区希望政府会当来协助，和长期照顾政策的推展更加顺利。请进来，哦，谢谢。在劳力甲拜时后，就宣布云林县第67间中青食堂正式开幕。第一天，社区就用真青草的菜色来招待大家，嘛得到真济民众大大肯定甲支持。这个所在食吼，比咱厝里较讲究，咱厝里你食无可能哦，注意营养哦，啊，伊才有营养师甲咱的先安排，啊，所以食起来每一日的变化吼，啊，拢真正多元。古社社区的中青食堂也是斗南镇成立的第三间。在开幕当天，县长李正也来帮忙斗内菜。对着社区积极推动中青政策的努力，除了表达感谢，也期待未来镇内会当延续这个力量，进一步落实发展老人服务。一个食堂要开办，正经要费真济真济心力啦吼。当然，除了理事长的领导之外啦吼，尤其重要就是讲咧，要有真济志工，大家共同来投入吼。所以讲，咱会当看到这个古社安尼食堂会搁办起来，咱感觉讲非常非常的欢喜。嘛要感谢理事长，感谢所有志工朋友伊的辛苦就对吼。对于老人照顾啦，照顾了好。啊，是一个免烦恼，啊，政府嘛更加免烦恼了吼，这拢是有一个因果的关系，所以咱希望未来的镇公所、未来的县政府啊，拢有好的人会赶紧来把这个代志引领落好。目前旧社社区一天都有将近90位长者会来共餐，而且为着邀请大家来善用这个长照服务，只要有来参加的长辈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专属的碗甲碟。我们来这边，我们就有提供餐盘，提供餐盘、碗、筷子，都什么都有。来这里就是一扛手来的话，这边我们提供餐盘给他们使用完以后，请他们用那个餐袋，我们也有提供餐袋，请他们带回家。现在来参加的时段是愈来愈多，嘛，让社区真欢乐。因为目前场地除了使用少的，未来可能就需要更加快的所在，才有法度继续来推展。到时嘛，需要政府斗相共，或者老人拢会当得到上好的照顾服务。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。